开学啦，开学啦，一班大帝开学啦，亲自接送翻学放学的父母都应该听过以下对白。班大帝咁多要求，揸车其实真系好容易分神。不过咧，有好多车厢小工具咧，其实帮到手嘅。要镇住无止境有需求嘅刁民，一个杂物袋系十分十分必须噶。挂喺车用嘅杂物袋咧，好多款咧，可能啲车主、啲爸爸妈妈都会嫌老老土土。呢、這个一定够晒靓仔，成欧多嘅背囊。起碼擺到三至四支飲品啦，咁你唔擺咁多飲品，一啲飲品加啲食物盒都冇問題嘅。最正佢個底咧係可以吸個紙巾盒入去，咁呢度可以攞紙巾，跟住前面有個背囊仔，可以擺少少零食啊、雜物啊或者濕紙巾啊咁咯。係咪好多功能唔算，但係我最中意去擺飲品呢度夠曬大，而且又有保温功能。呢、這個歐多爾款式咧望落去咧都靚仔嘅。但是咧，相對地冇咁實用啦。話就有叫十格啦，咁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咁但是咧，啲格咧好似感覺就細咗少少啦。唔可以買啲擺啲太大型嘅樽裝飲品或者 liquid， 但係一啲細濕濕碎碎嘅都 OK 嘅。好，而家輪到一班用家評分啦。我中意呢個綠色，因為佢可以坐好多啲。黑色，我中意个袋袋有得攞纸巾，好多嘢，仲有咧可以装嘢食。咁你中意边个多啲？绿色定黑色？绿色。如果喜欢呢个 outdoor 背包仔，仲有一个太阳挡杂物袋衬成一套。至于呢个嘅卖点咧，就系大啊！底部有勾固定位置，上层可以放大量饮品杂物，底部仲有一个大储物袋放图书玩具，就连纸巾盒、太阳眼镜都有位，是十项全能杂物袋。如果你经常咧会喺车厢入边开餐嘅咧，其实市面上都有好多呢啲小餐台嘅，咁啊可以喺度食饭啦，或者食啲零食啦，跟住咧唔食零食啊，摆下嘢饮啊，咁都 OK 嘅，佢 lock 得住嘅，锁得住嘅。咁下面咧，佢有两条棍仔俾你挂喺纸巾盒嘅。轮到用家评审啦。我中意呢个，呢个。其实咧，挂喺呢耳背嘅袋咧，仲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嘅。可以以呢个为例咧，一睇就知啦。可以摆 iPad 落去。旁边有留位插充电线，背部储物袋亦够大够深。呢个杂物袋嘅功能咧，就系防止啲细路踩耳背啊！上层可以放水樽、杂物同纸巾，呢个款式最适合一班视车如命嘅车主。虽然踢得咁开心，不过都系敌不过 iPad。中意呢个多啲定呢个多啲？呢个。点解？因为有 iPad 睇，因为好好睇。望住小朋友喺车厢后面嘅一举一动咧，咁其实市面上有好多呢啲车厢嘅倒后镜啦。呢个款咧，佢卖点咧就系可以360度咁喐。咁但系呢个咧就系黐嘅，咁都有啲吸管设计嘅。咁呢啲咧就吸管设计。咁呢个咧都系佢有条弹弓脚，咁方便你移位嘅。呢个夹咧就似乎揾位夹咧。是麻烦啲嘅，我觉得啦。仲有一样小工具是不可或缺的，下面就有纸巾啦。一啲可爱造型嘅垃圾桶，相信可以吸引佢哋自己处理垃圾，可以烦少一阵。嫌太可爱，可以拣呢啲碳纤图案款式。想小朋友坐车时舒服一啲，可以喺安全带加儿童安全辅助扣，又或者呢啲安全带碎枕。方便佢哋小碎片刻，而一啲可爱造型嘅纸巾盒，亦可以吸引佢哋自己揾纸巾，又可以烦少一阵。仲有处置书包仔，一啲得意造型嘅挂钩，都系不俗嘅选择。
最后大帝搭搭下车，不时叫呕叫急尿尿，一啲即弃呕吐袋同埋小朋友尿袋放喺车厢看门口应急都好噶。地道嘅台式早餐，一试难忘嘅茶饮，精挑细选嘅住宿，令人流晒口水嘅美食，同令你乐极忘形嘅好去处。只想去台北，有超过100页精彩推介，仲唔快啲去只想旅行网站免费下载？